最疯冯允谦九展过唱，昨晚第二场，除了有师弟软骨 band 同师妹黄淑曼嚟撑场之外，共慈欣女女仙气十足的林海玲都有入场支持。而昨晚的表演嘉宾就是同阿 J 惺惺相惜的唱作才女 Edgar 江海嘉，他哋手拖手合唱 Edgar 的人气作品 3 A.M. 好 sweet 啊！在演唱会上，阿 J 分享当年经历事业低潮时，多得 Edgar 在一程飞机上对他的鼓励和开解，先令他没有放弃一步一悔过这首这么好听的歌。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那时是一个低潮的 period， 那我那段时间我记得我就写了很多歌，刚才就都讲了，那我写完这些歌我就给 Edgar 听，那我就问 Edgar 意见，我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一首，那这一首歌呢，是这样的。Sorry for the first time. Yes. Do you remember that song? 其實我寫完嘅時候咧，除咗另外一半係第一個聽咧 ，Edgar 係第二個聽。Oh, thank you. 咁樣聽完你講，我好開心，因為其實你問我記唔記得咧，我係好記得嗰一程 trip 嘅。嗰次我對你嘅印象好深，因為咧，你俾咗好多首歌。咁你又同我講話係咪我啲歌唔夠好啊？係，我有問你噶喎，啲作品係唔夠好，我記得我有問過。Yes， but you know what？ 我嗰次聽嘅時候，哇，好聽喎，好聽喎。咁我自己係唯一個嘅聽眾，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覺得，someday a J will be so big， 所以好開心，好開心。今日你請我嚟做嘉賓，真心真係非常之。多謝你同我分享呢個舞台，因為佢係真係值得嘅。大家俾多啲掌聲。阿 J 當然唔可以漏咗，一直喺背後支持佢嘅屋企人啦。媽咪係特登翻嚟睇呢個 show， 喺加拿大飛翻嚟，佢隔離咗七日嚟睇我呢個 show。佢每一晚都會喺度。我爸爸都琴日有嚟嘅，但係話唔得，我今晚佢話，我話琴日睇完好攰。咁所以佢就喺屋企睇電視，我唔知道，係咪好衰？我爸我爸啲嘢衰成真。要多謝我媽咪啦，要多謝爸爸，要多謝我哥哥啦。我哥哥喺加拿大去讀緊書考嘅試，所以佢就冇翻到嚟啦。因為我細佬嚟喎，我琴晚已經話好嬲佢，因為佢唔明啊嘛我 show， 佢話要去旅行，係啊，佢要拍拖，要旅行，所以佢就話唔嚟我 show。如果有機會喺一個咁大嘅舞台，如果去唔嚟咧，我真係頂死佢。咁我點解要多謝屋企人？因為我成日都多謝佢哋，同埋佢哋係俾咗好多 love， 好多 support， 好多支持俾我。而我低潮嘅時候，媽咪一句都冇講過，冇叫我放棄。I love you, mom。我哋都相信阿 J 一定 will be so big， 紅館見啦！